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与佳宁日前宣布分手，让不少粉丝感到惋惜。近日 Andy 在个人新频道上传了房间大改造的影片，吸引了众多粉丝观看。影片上线后，粉丝们纷纷的留言表达对 Andy 的支持与鼓励。 Andy 也在留言区点赞回复了粉丝们的留言，然而他按赞的留言中包括了一些批评佳宁的留言，例如宁愿看 Andy 也不会再看他，不知道为什么原本喜欢佳宁可是最后还是选择追 Andy 的频道，引发了网友热议。许多人认为两人之间可能并非和平分手，甚至有网友直言 Andy 按赞了这些留言看来是忍很久了。此外有网友发现 Andy 的影片风格与重量级时期相似，他则亲自回应证实自己一直都是主要负责剪辑的部分。